线索啊，我多久都给它拉起来，刚刚你就听见了，好了，看一下，现在11:12。好，看我的时间现在几点？整整不到五分钟啊，四分钟左右，四分钟左右。然后这下面是放炉灶的炉头的，我们做特殊处理啊，这一块都是盖过去的。啊，整个这一个尺寸是3到6米的一个尺寸，3到6米尺寸可以容纳20-30人在里面同时搞 party。啊，布料是我们特殊的一些布料。